今天要来帮他们梳毛，是猫咪身上就会有废毛。你看我这样摸，就是他们的废毛。清废毛可以避免他们舔入过多的毛。来，露露，其实露露不太会掉毛，你看它就有一点点，露露根本梳不出来。你这就这一点点，你想吃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想要吃自己的毛？练毛癖啊？你不要那么夸张。来看三角，那你梳毛、哦，三角其实应该也会掉很多，三角也是有，比露露多。你也想吃哦？你还好，舒服对不对？你不要掉下去哦，旁边是猫砂。你换边，对，换边。三角毛也是。小快子，来梳毛，站好，这样看很像我在帮一个影子梳毛。哇，小快子也是有废毛。你怎么了？哦，小快子坏掉了，怎么办？帮你重开机吗？哇，爽了！你要吃吗？你也不喜欢吃。好了。看阿玛会不会喜欢收克斯的毛？很香吗？这么近距离靠近它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来帮晚肠梳毛。等一下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这么紧张，触电哦。就这样子啊，还是舒服的吧。这么多毛哎，又跑。其实很舒服，你看，我帮你收集。好了，放轻松，不要紧张，不要一直退啦。你看，这是你的毛。咖啡色，他老爸很梳毛哦。没事，你看，变一颗球。换边。爸，什么？不行，这很奇怪。梳尾巴，你看一堆，不可以吃哦。你看啦，不可以吃。好啦，你看，哎，我至少做了十分钟，最后还这样，一堆啦。这球。阿玛的，是三角的，晚肠的，柚子的 ，Socus， 这是招娣，这是露露。阿玛，你的毛最多哎，是不是因为你体积比较大？走掉了。什么东西吗？